行了，别叼他嘴了、啊。你要找那个女的，嗯，挺漂亮的，没错。我跟她说了，谁呀？我老伴儿。你把疙瘩汤给我吐出来。你这人不禁逗。你要想见的那个人，是不是黄小娟大妹子？我跟你说，一大早我就上他家去了，我把你的事儿都跟他说了。你跟他说没说让他到这儿做老板娘这件事儿？那我没说。你干啥去了？给你办事能像你说话那么直崩吗？我跟他说，你请人家来当味觉总监，他还不干呢。哪一块？味觉总监是什么玩意儿？味觉总监嘛，就是我看他不想来，啊，然后我就替你撒了个谎。我说你有病，你才有病呢、啊！不，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？你说，我看他没有来的意思。嗯，我就说你有病了，你舌头有病了，那个味觉失灵了。你想啊，一个开饭店的人，味觉要是失灵了，做什么东西自己都尝不出味来，你都尝不出味来，顾客吃了能是味吗？顾客吃了不是味儿，你这饭店还能开下去吗？他一听着急了，说一会儿来看你。哎呀，不行啊！为啥呀？你不知道啊？啥事啊？我那黄大妹子干了一辈子护士了啊！我要装病的话，她一下就能看出来啊。这个事儿啊，我早就替你想到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啊，看见没？这是啥？醋。这是啥？辣椒油。这是啥？芥末。就这些东西，一会儿他来，当着他的面，你一张嘴，全把他弄下去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弄进去了他来也白来。为啥呢？老板死了。那老板娘到这就守活寡呀。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一交代我这个任务，我上他们家去之前，我就把这些东西，就这桌的啊，都做了手脚了。啥时候做的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看这个啊，这瓶醋啊，现在里边装的是跑了气儿的可乐。跑了气儿的可乐，尝尝。这真是啊，这个辣椒油啊，里边就是稀释了的止咳糖浆。还真是。哎，那这芥末呢？这芥末最好办，绿豆糕泡点白开水。我尝尝，我尝尝。真是绿豆糕，我最爱吃绿豆糕了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怎么吃道具呢？你这会儿演戏还得用呢。哎，亲家、啊，黄大妹子说没说什么时候来呀、啊？她跟我说。哎呀，这饭店装修的挺漂亮啊，你看这门脸多带劲儿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亲家。亲家，他来了！你看你那份出息，你现在得装病。我怎么装病？味觉失灵，舌头，舌头啊！你舌头伸出来，别哈哧！你以为你今年本命年呢？这饭店装修的这么高档，这么有品位，客人来了，老板不出来迎接迎接呀？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我这舌头都看病呢、啊、有病了。我这小店万事俱备，就差老板娘了。老什么？就差老朋友光临了。哎呀，老秦大哥啊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哎呀，兴啥隆啊？我决定了，这个小店啊，今天晚上关门之后，以后再也不开了。呀，这装修的这么好，咋不开了？我不是有病吗？哎，你这病什么感觉呀？我这病我什么感觉？就没味儿、啊、我没味儿啊。大妹子，那个我亲家跟你说没说让你来的事儿，你同意不同意？哎呀，现在也谈不上同意不同意呀、啊、你看我对你这饭店一无所知啊，你跟我介绍介绍，你这个饭店主食是什么呀？主食疙瘩汤。副食呢？疙瘩汤。酒水呢？疙瘩汤。你掉疙瘩汤锅里了。哎，你说你起码整点包子饺子面条啊，什么叫疙瘩汤疙瘩汤的呀？为啥开疙瘩汤你不懂吗？大妹子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情呢？啊，我不是因为这疙瘩汤我就能想起了30多年前的你吗？咋的，我是疙瘩汤
舌头没味儿，嘴跑偏。不是你这病得有多严重啊？哎呀，老严重了。大夫说了，要想好最少得俩疗程。两个疗程也行，那我就来帮帮你，反正也没几天儿。一个疗程15年。我的妈呀！我当了一辈子护士了，啥病一个疗程15年呢？来了，我给你看看。不是那个大妹子，你吃饭没有？哎呀，我上饭店来了，我在家吃饭。我有病啊！我太实惠了，大妹你等着，我正好熬了一锅疙瘩汤，我给你盛一碗去。不是，这有啊，这有。我大妹能吃狗剩下玩意儿吗？你，不是你这，那你快点啊，我还挺饿的。哎呀妈呀，这男同志就是心粗，你瞅这桌布铺成啥样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家里头要没个女人呢，就是不行。你看看，你看这啥呀？这是，真是，哎呀，这长的。挺好个台布，哎呀，哎，立正的是吧？咋样？铺立正呗。这还有个盘子是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咋给忘了呢？是这个吧？哎呀，哎，这多好啊！客人来了，心情舒畅。大妹子，赶紧趁热喝吧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嗯，味道不错，香不？怎么了？咋这么咸呢？你给整咸了？不是，我这嘴没味儿，我尝不出来咸淡啊。咸了？你这病叫什么来着？味觉失调。味觉失调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他现在吃糖不甜了，吃盐也不咸了，喝醋都不酸了。你不信，你让大妹妹看看，你来两口。啥叫来两口啊？就我嘴现在目前这个病，啥味都尝不出来。我要整，就给他全干了。你看，你信不信？我喝这玩意儿，要喝可乐一样，真的，一点就你呀、啊、你。酸呐、啊！这醋它能不酸吗？妈，喷我一身！不酸，没味儿啊！你看，你看，酸的现在到嘴里根本不好使了，根本不好使，没味儿啊！来，来点辣的，看看疗效。来，哎、你看辣的疗效，辣呀！那辣椒油它能不辣吗？不辣，没味儿啊！那你哈？哎呀，你看怎么辣椒油都没味儿了，就得加到点力度。算了算了，蒜不行，得芥末。停停！哎呀，停了能治病吗？哎，后劲太大了。人家后劲不大，那嘴里能有味儿吗？你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有点呛。你不是味觉失调了吗？舌头失调了，鼻子还行。那你咋还哭了呢？搁谁谁不哭啊？这咋哗哗流眼泪呀、啊？啊，流了吗？谁流眼泪了？我一坐这疙瘩汤，一看见你，我就想起了30多年前。咱们厂子在辽河大坝会战100天的那个冬季，哎呀，那年冬天雪呀下的是特别特别的大、哦、弟兄们呢冒着严寒在大坝上干活，嗯，抢工程啊、哦、可是雪大粮食送不上来，我是炊事班的头，我负责给大家做饭、哦、没粮食怎么做，所以我眼看着弟兄们在这光干活吃不上饭，我心里的痛啊，我一着急一上火我就病倒了，多亏大妹子那天来到坝上救了我的命，
而且还给我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。什么呀？他说：“老钱呐，你干嘛不把那个剩下那半袋的面，做一大锅的疙瘩汤，给他们吃？”我就按照大妹这个主意，熬了那么老大一锅的疙瘩汤，哎呀，那味儿啊，那个香啊！那天，200多位弟兄，终于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了。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大妹子，我现在呀，一瞅那疙瘩溜秋的碗，就想起你当年凹凸有致的脸。四个字，特别温暖。老钱大哥，你这一番话，说的我也是热血沸腾，仿佛我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，心里呀，真的是特别的温暖。我决定了，咱们一定要让顾客吃上当年的味道。我要跟你共同把这个疙瘩汤店经营好。太好了，大妹子，你准备跟我干多长时间？一个疗程多长时间？15年。3个疗程。哎，听见没？说啥了？刚才黄大妹子一段慷慨陈词，热情洋溢的讲话，我心中一块大石头顿时落地了。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什么水平？纯属老板娘的水平啊！老板娘？谁是老板娘啊？你呀，未来老板娘啊？我什么老板娘？我是味觉总监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傻呀？你说哪有味觉总监能干45年的？你不用扒拉我，不可能干45年，干半年我就把你提升为老板娘，你看咋样？哎呀妈呀！他走了，该。我不让你照直崩吧？我让你婉转点，含蓄点，什么玩意？一口一个老板娘，崩走了吧？该。不是刚才你那个芥末往我吃嘴辣，现在舌头爱飘。哎呀，还演什么戏呀？什么玩意儿？这芥末辣呀？这一个假的，它能辣吗？还假的？你尝尝，还假的？来，尝尝，假的吗？啊！